里面好像有跟吕瑞对戏。没有。没有对到戏哦。是你要求的吗？还是他戏份本来就不多？这光棍就是还戏不好，还戏。那你过程中有没有哪一部分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或快撑不住的时候？然后每一次可能因为动法式一定会受伤嘛，所以这是正常的。有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伤吗？可能是我在游泳池摔倒，两次，一次是游泳池边边，然后摔下去，对，整只手都受伤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，是我转身，对，我们两个在打，然后我一转身的时候滑倒，对，都是在游泳池，因为地太滑，我都觉得。我想，对，因为那场我觉得那真的是好可怕，我觉得游泳池大家打，所以一边打就地就大家都好滑好滑。就是有撞到哪里？就整个手，手臂，整个手臂，然后左边。你当下觉得有生命危险？整片危险是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说我下半身。半身不遂的，他那撞了一下，我是有，因为很像被电到那种震一下，然后我就完蛋，我不知道我可以站起来，但是我大家以为我其实已经骨折了，那时候我如果坐在你旁边，我吓死，对，我很大，我一直想我坐的高度刚好看到你这样坐下来，怕，我们都亲眼目睹，就是我想说我脚还可以，因为我很担心，我也是担心就是会不会疲累到，然后我撞，我就动动，我说好像很可以，我就站起来，然后让他继续好。老晚上就有去挂急诊，所以里面好像有跟吕瑞对戏，没有对到戏哦，是你要求的吗？要求你要去气，不是说你气你前男友谁？吕瑞啊，不是有一个哦，你说戏里面对啊，我们没有对到啊，那是戏里面在讲，那个有擦身而过吗？就在拍摄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在片场遇到？对啊。有啊，还是他戏份本来就不多，这光棍就是还是所以他最后剩下几个镜头都是他主要是我演啊，对，可是不是演他前男友吗？对啊，因为他想要害死他，所以要找我来投诚，就是我要去弄给他这样。我女院那个角色想要害死他，对，好可怕，戏装哦，戏装，对啊，知道，我说我整那个角色啊，你很敏感，那你们剧本就是这样写的吗？所以可能是跟依依有对吧？我跟依依对隔壁。我是跟他们对的。那英语跟吕瑞对戏有什么有趣的？他就是很尽责的演员啊，是。那维恩看起来想先走了。